咱要找十二种咱社会基层的所有韩国瑜的团队，一个月你暗时住伫遐听看麦啊，咱即卖老公到底有啥物心声？局长、三个副局长，甲我本人，这个团队，一个月你爱找一天，你暗时啊，啊住伫老百姓厝，啥物款老百姓？农民、渔民、劳工、自由业、塞计程车、塞拖拉机的单亲家庭、隔代教养的，啊，佮有中低收入户的。咱要找十二种咱社会基层的所有韩国瑜的团队，一个月你暗时住伫遐，你甲老公带一枚听看麦啊，咱即卖老公到底有啥物心声？即卖民意代表、政治人物，若离开基层，即、這个政府是偌危险啊！太可怕，政治绝对袂使离开基层，天天跟基层劳工、农民、渔民，所有的基层的在一起。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态度，不然这个政府是不及格的，不然这个高雄市政府爱共卡称，我们离开了基层，我们离开人民，我们忘记了自己是谁，我们以为当了市长，我们手上有权力去讨管，我们就越来越了不起，愈来愈摇摆，这绝对绝对不可以。咱今嘛高雄就像一个在咱家扎本时阵一个荷包蛋，高雄就是荷包蛋，咱蛋白部分、农产品、鱼产品，咱卖不出去。咱蛋黄即马投资的观光无得例外，所以韩国瑜若做高雄市市长，我甲大家保证，蛋白区、农产品、鱼产品，咱一定卖出去，摕到外销的订单。蛋黄区，咱不管用什么办法。一定要投资的，还有观光的，礼拜经济都会脱胎换骨。